原辈领秋岩，见过多蒙千岁的大前辈，千秋佛、刘冠泰、刘翁，以及人生江南第一快手的桂三伯前辈，两位多届老前辈，改装英雄，驾临逍遥天，小主干叉，历史刺客即认出两位真身。行李来迟，烦请恕罪。免客气啦。哦吼，错了，非但爱客气，更要向两位赔罪。晚辈手下不敌是两位前辈驾到，在不敌情的情况之下，大意连赢两位前辈十破，令两位前辈可能因此名声扫地，甚至是受世人踢笑。留下人生污点，非但爱赔罪，更要大大赔罪。三元，救我！过来向两位前辈回谢礼，讲你无小心害因输甲这么凄惨，以后可能无面目见人。真假的？哦吼，怀疑呀！晚辈刘三元，无小心害两位前辈输个落魄，得向两位前辈赔。请慢，又怎样咯？我想过了，两位前辈在多届声名多年，前世同行，你交际这么烂，就算有心诈赌。也不可能瞒过两位法官，甘的是两位前辈在跟你滚双手，有心提携后辈，故意输你十破作为见面礼。是安尼吗？是安尼吧。对了，就是安尼了。啊，竟然比你识破，果然有心可疑。那非之数哈，以阮两人多年的功力，哪有可能连输人十破呢？对不？真是咧讲生笑。喂，恁两个，越见好就收啊，不然我腿就落。是啊是啊，收人无偌济好处，这老命阮输袂起，赶紧走啦。哦吼，两位老前辈拢这样说咯，飘星兄。我看整个事件只是一个误会，因为若不是误会，继续纠缠下去，无小心误出恁背后有人添油，那事情就会这麻烦，真难善了咯，对吧？小子，我记住你了，我也记住你了。出身北海无尽风，书生率领寒山派。一切三主，家中若有七口的孤孙，飞鸿定飘升啊！你哪会知呀？哦吼，好歹你嘛留名过风分杯，阮做多局胜利，怎能全无了解呢？顺行，无送。